小姐，你请你给我换。先生，你好大气，看麦。对啦。拜托你们两个结婚好不好？你才真正是草莓啊，人家讲咧，人家讲会头条。这边你们这边选题，好不好？哦，这边选题，这边选题，这边答选题啊，这边来答题。丢丢，这边一边来交替案。等一下，如果他答错的话，答错另外两队就可以抢答了。他会不会故意答错啊？哎，不会啊，他一下子催泪呢。哎，他我为了奖金，我怎么会故意答错？对呀，对对对，你要用心。头昏脑胀。我在，因为有奖金，所以你要用心，好不好？我在啦。哦，竟然老中毒输，怪你敢，对啦，白云哥，啊，鬼话，我丢你丢你，我跟你讲，大喜之日之后我们就分手，分手，太快了吧，这是你们的节奏嘛，对不对？你们的节奏，要跟着我们的 tempo 走，好不好？是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给吹了吹了，给他给他下去，分手来，请出题。切拉切拉再会拉，没你没你我没差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切啦切啦再会啦！哎呦，你紧的啦，你啦，你啦，你啦，有紧一点是吧？你啦，切啦切啦再会啦！对了，哎呦，哎，那个是那个是那个什么？哎，那个什么？三个人的那个，三个人，三个人啊，那个 S H E 关东煮。哎呦 ，1 2 3 go， 切啦切啦再会。不要问会不会不礼貌？哎，你有被求婚过吗？我真的有哎。啊，对方那怎么处理？因为那时候我19岁。哎呦，啊，你要问那也是他50-60年前呐，洗脚水。这一盘怎么结鬼呀？而且我们家对面的那个地主的儿子，地主的儿子，地主的儿子，条件还因为一个薄冰冷，那几岁出去？哦，民国50几年呐，可以干掉。啊，你这样比较有礼貌，你没我看后你都没累吗？不是你喜欢的。因为我觉得我19岁，我怎么可能一下子就结婚？哎，而且秋玉姐嘿是很喜猪哦，你的照片很辣哎，辣哦，那个是哎以前的美，不不是说以前美女啊，现在也是。我说那个年代不能修图。哎哎，露露，你参加公立的新的最新话，哎，我吞回去了，对。哦，以前漂亮就真的是漂亮，不能修图也不能微整，对，都没有。来来来来，讲一讲你们这个啊。求婚是，他也是还没有讲话就哭了。男生好像求婚都会哭，对不对？就会觉得是梦寐以求的画面在我眼前，所以就求婚就哭了。对啊，当时你怎么样？你有哭吗？我是前面很小，然后看到他在后讲到后面，然后一直哭，我才哭的这样。安慰他的时候，前面先觉得太好笑了这样。前面太好笑。对，因为我们就是要去吃饭，然后穿得很朴素，然后他本来也穿得很正常。啊，单独还是有设计有？就是他有找家人跟朋友。哦。对，然后我们原本是计划是要去吃饭，所以就穿得很像外出。然后他突然就西装笔挺的换装进来。换装啊！对，然后想说怎么突然有金马奖要走进来？啊，你差一点把钥匙那车不要停太远。把车了。对，但是他就很。就是哽咽啊，就哭了，我觉得蛮感动的这样。哦，哇，这很甜蜜哦。对呀，问题，求问题上，求问题在这里，求问题来，请出题。拼命跪六百，动作不实在，实在不应该。哎，是谁的题目啊？不行，我们还有优先答取。哎，你的，你的，你的 table。哎，我们的，我们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哇！哎，我不知道，求婚了，知道不要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哎，真的，我知道，疯掉了，真的吗？来，你也不知道，我这个 OK 啊，这个 OK 吧？拜托，哎啊，算分了，台湾国国放弃，请抢答。小姐，请你和我爱。好 ，music， 小姐，我请你和我爱。在爱。
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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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可爱的，对了，真不是乱，我以为哦，不是不是，哦，我们很正经的，哦，正经的，没有没有，不是那个，后来里面改版呢，我想听歪的，改版是小姐，你请你给我欢，先生，你好大喜欢吗？对了，拜托你们两个结婚。你才真正是聪明啊，人家讲咧，人家讲会头条。我两个之前在小琉球主持一场，我们一开场就唱这首。哦，小琉球对吧？哎呀，小琉球他一定过夜嘛？一定过夜，一定过啊，一定过夜。啊，你没弄门啊？没弄门啊？有啊，我咧困哦，我咧困。啊，你拢弄啥？伊无可能弄门。我咧困，伊来给他弄门。无可能。他们的人格，这个我可以保证。他人格是下流的。不可能弄门嘛？因两个人大港一间要弄啥物？哎呀，琉球弟弟弄，琉球弟弟弄，哎，琉球弟弟弄。我们第二阶段结婚基金奖金挑战赛是由白云杨秀薇，真的还太高了吧？还有结婚基金呢，还有莎莎啦，哦，有了，还有两对淘汰了那个果果跟范江啊，好吧，好，两队一起来进组 ，Go！ 好的，结婚基金奖。金挑战赛，对不对？结婚他总是要面临到人生的最重要的关卡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社金地位很重要，没错。这什么意思？社会经济地位。然后也给下一代他有一个更美好的开端，哎，对不对？让当爸爸妈妈那个心情上面，要为他将来的教育着想啊，对啊，教养的问题呀，对不对？很辛苦，所以两组好好加油啦。好，那万一如果得到这个结婚基金的话，两位准备做什么用？准备？我有问你吗？我只是斜眼，我眼睛斜视，好吧？对不对？直接抢没有，也没有问到哦。准备，先到那个夏威夷度个蜜月，直接自己先抢。好啦好啦，那万一啦，结婚基金是那些可以到夏威夷啊？不是啦，可以啦，你讲你讲你讲，你别冲啊！到台湾的夏威夷餐厅吃一顿饭呐！哦，那还可以啦 ，OK 啦。我如果得到奖金了，我会买一台花车送他了。我自行提供啦。哦，欢迎一道题目，请出题 ，Go！ 好，小虎队，哎 ，OK， 爱。爱爱啊，那就一个字，把你的心对对对穿越通行员呢，因为我在友台还唱过，还带跳舞，哎呦，恭喜答对，来带跳舞，来，不要别给力了，唱起来，唱怎么跳？预备走。向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。哦，怎么有菊姐的感觉？哦，好油腻啊。手一定有在拜一些邪神，对呀，运气好。对，有那个婴儿从那伸手把它拿过来，应该就那一只。